幸福克罗埃西亚，我们现在来到整个克罗埃西亚最后的一个、最南边的一个城市 Dubrovnik 的部分。它现在有两个城门，现在这边来到的西城门叫派普勒城门，等一下我们从西城门会一直走到最东边的东城门的部分。那这边的城门的历史呢，在1500多年就已经有完成了历史的规划，哇，非常非常的棒。这是最主要的入口，我们刚才的车子停在正前方的部分。